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钟啊，这是一个核酸检测点，在新华路上。我们看看啊，队伍排得有多长，据说有1公里。这就是上海的解封，噔噔噔噔，就是让你们做来做核酸的，光明正大的出来排队做核酸。刚刚我前面去的那个地方已经在吵架了，说做不完，让人家排了一半。你们那里解封了吗？反正我们这边是没有，除了人封以外，都没动，所有的商铺全部封死的，找吃的出来没有？相信个锤子，相信。又出洋了。交警都来了，他妈的堵死，只进不出，他妈休2天，完六一过完就这样了，我这个身嘞！有没有在这水果店买过水果的啊？买过水果的话，赶紧主动上报。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！你那牙出子了吗？有啊哈，可是那个不养子啊。跟哪能还能啊开出去啊？哪个弄法子啊？不好开，不要开的，不要开的，没出去。不是不是，我那栋水屋里开，水要开，水要开脱的。搿还是出闸呀？今天6月1日，这个是安亭检查站。是要户籍、户坤通行证还是工作证明？社区里。社区开的证明是吧？社区开的通行证呀。啊，社区那个没有。啊。成都通行吗？通勤对吧？对。刚才问过了，从上海回华侨还要隔离14天的政策，具体后面政策如何，还需要等一等再看。金山警方友情提醒：按照加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陆家车辆人员请注意：一、提前向加善防疫办进行申报，审核通过人员。将进行7+7隔离观察。二、过境车辆人员不予通行，请大家提前做好规划，避免不必要检测。排了好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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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队呀！没有，坐的呀，你想去坐就排队。这个楼梯干嘛没了没上？乖乖，这个做核酸你看怎么办？啊，这么多人，啊，1米都没有，你看，那这么都没法看了，你没有核酸出不去，然后点位太少，然后做的时间又少。晚上做核酸的人好多啊，都快排到，快排到很后面了。这今天凌晨刚解封的，这又开始排队做核酸了。这么多人排了2个多小时，核酸也做不成，然后还这么大规模的聚集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上海常态化核酸第一天，那边是厂中路，这个队伍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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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的天哪！哦，
车子已经到了对吧？我放在那马路高头。太厉害了，真的是。明天上午我们72小时核酸就满了啊，就时间到了，你看排的嘞，一直到大门口，这不是聚集吗？这个就是聚集呀，这个都传染源很危险的呀。啊，就这样聚集，什么码都没用啊！啊，不像上海老百姓啊，那大家看看啊，搿啥管理水平啊？搿啥管理水平啊？那大家看看啊，不。说实话，感觉这次政府都没有准备好。刚去天山中医院，那边核酸排队要2小时，对吧？这边也这么多人。好，你这样要核酸给我们，那是否是应该点多一点来说呢？对吧？不能这样子。上海今天解封了，但是呢，免费的测核酸的地方，大家看一看排了多少路啊？整整绕到这一个小区排了一圈呢。你看看这都下搞。这天天不要上班了，两头都看不到头。你看，这天天不要上班了，天天都是排队做核酸嘛。这2小时谁怎么排？这下搞着跟这共产党下搞，你看，好多点都关掉了。你看两头都看不到头，这2小时来得及啊？慢腾腾的。看看，这路上做核酸的。妈呀，这么长的队，不得了啊，做核酸你不得了啊，人很多很多啊，也都排了，你看后面啊。解封一天又开始封起来了啊。幸亏刚才5点就到了，你看现在排队有多恐怖啊！这搞得排队1个小时都到不上。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要反映这种情况对吧？这种情况你们要反映，你们这种情况要反映到上面去的，这个一块儿，对吧？事情谁负责？你这个是我们不好啊！万一这个毛病又发出来了怎么办？对，肯定做呀，我肯定要拍的，然后就来拍。那不行，我也要拍。排队是我的事，拍也是我的事，我可以拿这个情况反映一下吧。对，那政府去解决这种事情，对吧？明明这里有好几个那个。地方做检测，偏偏只开了这一个，那是什么道理？对吧？有开的好啊，都6点到8点吧。哪有开啊？我们看，我们那个潮汐新村这边对面也有一个，他不开。潮汐公园边上也有一个，他也不开。就这边这一个开，你说是吧？这个地方这么多人，你们要向上面反映的呀，要解决这个事情的呀。你看，万一这么多人全部挤在一起，这毛病要发出来。万好不容易2个月都坚持过来了，对吧？你再来一下，怎么吃得消啊？